叶剑，这么说，今天就拘。拘吧。既然掌握了这么确凿的证据，这个王晓峰啊，必须马上立案拘留了。国静，这件事情你回头就去办，公安那边我去解释。你怎么解释呢？这王晓峰可是分局的局长，郑流又为这事儿和我们打过招呼。 只怕这一来呢，我们和公安局又产生了矛盾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叶剑，我看是不是再慎重一些？还怎么慎重啊？你我都亲自过问了，还不够慎重吗？王晓峰不过是分局副局长，他的行为代表不了公安干警的整体形象。我相信江正流他们会理解的。子京同志，王晓峰倒卖赃车，受贿涉黑。 这是铁证如山，啊！人大法工委又专门给我打了个报告，希望我这个主任向你们检察院反映一下。是的，老书记，对王晓峰的举报是属实的。我这正跟张检布置任务，准备今天采取行动，对王晓峰进行拘留审查。好啊，就该这样，不留情，不手软，讲法治，你知道吗？ 这个王晓峰他和江正流的关系特殊，他们是连襟，这个案子弄不好会很复杂的，所以你们也要慎重。我个人意见是，要先和公安通气。我知道，我正说马上去公安局呢，和江正流通气。提醒江正流，人大要履行监督职责，就说这么多，该怎么办你们就怎么办吧。我现在正在路上呢。我不理解，检察院怎么样？ 执法机关把办案扣押的赃车拿来临时用，是普遍现象，怎么就构成收赃销赃了呢？他们有什么证据？就算收赃销赃吧，也轮不到他们检察机关来管呀。他叶子京对陈汉杰怎么就这么言听计从呢？他们这是冲着谁来的啊？王晓峰，请你冷静一点，不要叫，更不要听风就是雨。对叶子京和检察院，我们要理解。 陈汉杰以前是市委书记，现在是人大主任，他不但是叶子京的领导，也是我们的领导。陈汉杰把举报信批转给了叶子京，检察院能不查吗？我当检察长也得查。再说，人家的举报信不光是收赃车，还有别的内容。检察院有权立案查处。 怎么听说他们已经立案了？不会吧？上个月的政法会议上，我和叶子京还照过镜，打过招呼，让他们立案慎重，别上了坏人的当，上了公安干警的心，他们会有数的。怎么老盯着陈小木？你们陈小木这案子到底搞清楚了没有？当然搞清楚了。 叶子京是陈汉杰当市委书记的时候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是陈汉杰献上的人。陈汉杰要想整你，叶子京肯定会找借口做我的文章。咱们是连襟儿啊，王晓峰。那我倒要问问你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要对陈汉杰的儿子陈小木下手啊？哎呦，我的局长哥呀，你怎么这么想问题呢？ 你这警惕性也太高了吧！陈小木是什么东西？到处惹事的陈小木，这常山的干部群众谁不知道啊？要不是看在他老爸的面子上，我们早抓他了。这次陈小木打架斗殴，证据确凿，非抓不可。 不要让目标丢了，死死咬住！糟糕，这动作好大！喂，王局吗？出了点意外，陈小木逃到陈汉杰家去了。是现在吗？对，就是现在！站住！ 这么说，
你们已经开始行动了。是的，陈小木横行霸道的历史必须结束了。那你还向我和市局汇报什么？让你这个局长同志有个心理准备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！向谁出手？向陈汉杰同志吗？是的，没有陈汉杰这面大旗挡着，陈小木也到不了今天这一步。郭靖啊，你要站稳立场啊！王小峰的事情是划不过去的，人大就是不说，社会各方面的反应也很大，话说的都很激烈。叶姐，你都听说了些什么？说了些什么？不少人说，我们的公安局是干什么的？嗯，是办案抓贼的吗？扫黄打黑的吗？这王小峰倒好，他跟几个盗车贼黑老大搅到一起去了。人家盗车，他收车；人家涉黄，他还保护。人大代表们都不干了，每次开会都提。气得老书记啊，发了几次脾气，你说能拖吗？再问一次，王小峰，是不是因为市人大让检察院查了你和你们钟楼公安分局，你就向陈小木实行报复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。被陈小木打伤的受害者现在还在医院躺着，伤势不重，但是够险的。如果不信，你可以和市局领导一起去医院里面核实啊，听听受害者是怎么说的。行了，叶姐，别说了，王小峰的案子我们立即去办。这个事情我要你亲自负责任，及时向我汇报。将军，如果你认为一个前市委书记的儿子就有伤人的特权，我马上可以通知刑警队的同志撤回来，我甚至可以向这个小混蛋赔礼道歉。我说什么？谁有这种特权？好，那我可就命令他们冲进陈家小楼去逮人了。等等，让我想想，再想想。净胡说，他家跟我没关系。老陈，小木说了，人不是他打的。啊，再说受伤的家伙是个老脚分子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家伙想……老爷子什么意思啊？这家伙想收小木饭店的保护费，用过餐后把饭店的财神爷抱走了。小木一声吆喝，手下的人就上去打了起来，也不知道这……妈，不知道是……哎呀，也不知道是谁把这家伙的头给打破了，江正流就和公安局大做文章了。老陈，你听我说，江正流是故意戳你的洋相，他看你市委书记了，就……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小木是我们的儿子，他是怎么回事，我们心里还不清楚吗？他这次估计又闯祸了，你去把大门打开，让公安局把他带走。你跟公安局长说啊，我陈汉杰讲了，陈小木该判刑就判刑。老陈，你不是在说气话吧？什么叫气话啊？王小峰不是说他打人了吗？打人就受处罚吗？哎呀，几辆警车围在家门口，影响可太坏了。你现在知道影响坏了，你少宠他几年，不就没这事了吗？老陈，老陈，你最好还是回来一趟吧。啊，好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可能回来，市委书记在南四矿等着我呢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郑刘同志，我现在在南四矿，正在处理南部煤田的破产问题，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么多。像这种治安案件，还有必要向我和市委请示吗？依法处理就行了吗？唐书记，陈小木可是陈汉杰的儿子，这和案件有关系吗？法律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规定啊？唐书记，您的意思是？陈主任，我看王小峰是报复你。行了，少啰嗦，开好你的车。郑刘同志，我这个市委书记不能替你当公安局长啊。这就是我的意思。好。唐书记，将军，唐书记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特殊公民，常山市也没有特殊市民，抓吧。好，听着，绝不能冲进陈汉杰的家抓人，一定要等陈小木走出小楼再抓。那陈小木要是躲在小楼里不出来呢？那就不抓了。 子敬啊，人大要求检察院查办王晓峰一案，可能被人知道了。现在王晓峰正带着一帮人抓我的儿子。王晓峰案不简单呐。这不太可能。警车堵门影响各旅，我相信陈汉杰同志是讲政治的，他知道这情况以后会帮我们做工作，主动叫出陈小木。好，那我就亲自督阵。 记住，不能莽撞，绝不能冲进陈汉杰家抓人。我知道，只要陈汉杰不嫌丢人，我们就奉陪到底。这王晓峰实在是太厉害了。 王局，是不是冲进去了？不行，是局有明确指示。陈小木不出来，不许抓人。哎，他陈小木还真有能耐。哎，叶简，我们这阵子和公安局的工作一直是哥哥他的，这个案子又是市人大督办的，我真怕引起江局的误会。哼，江局要是误会了，也就误会了。我是怕牵扯到省里去，这江正流是王省长提起来的，说不定会对您叶简不利呢。 来来来来，哎，同志们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啊！来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来来，让我进去啊！哎，让一下，让我进去啊！来，好，让我进去，让开，让开，来来，让一下，让我进去。就是，他们这儿到处都是。另外，我陈主任，唐书记，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开始吧。 同志们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啊！所以啊，你才要亲自到现场，啊？你别想那么多，只想一点：王晓峰是不是涉嫌犯罪？他只要是涉嫌犯罪，我们就应该立案侦查，对不对？这就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们今天就准备拘的嘛，并不是因为老书记的原因，我们违反原则，是不是？嗯、这你就别和我解释了，你还是和江局解释去吧。一定要注意文明执法，不要闹得满城风雨啊！ 那我让人办理拘留手续去了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马上去公安局向郑流同志当面通报情况，请他协助执行，好吧？别说了，你让我家老爷子接电话。不行啊，陈主任正在坐台会上讲话呢，我没法给你叫啊。妈，老爷子不管我死活了。别怕，孩子，他们不敢冲进来。那就不管我们死活了吧？是。对呀，就是。啊。大家对扩展方案有什么意见？ 尽管提出来，是集团的问题，集团负责解决。如果是我们市里的问题，市里负责解决；如果是省里的问题，那集团我们市里一块儿向省委反映。但是，叶姐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是事实吗？是事实。我们已经初步查明，王晓峰私下倒卖三辆没收赃车，不像你说的那样，是为了工作。 临时借用这些赃车，叶姐，按规定，收赃销赃案应该由我们公安机关来侦办吧？对，但是他不仅是收赃销赃的问题，王晓峰还涉嫌受贿渎职，市人大一直盯着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听苏晨，你先别说这些了，你让陈小木听电话。爸，他们又赖我，人不是我打的。小木，你听我说，不管他们是不是冤枉你，你先把事实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。
叶剑啊，有一个情况你知道不知道？什么情况？就是现在，王晓峰正在执行对陈汉杰的儿子陈小木的拘捕任务。这件事我刚知道。把家里另外三台车也调过来。 就有这种事，他陈汉杰同志做的也不要太过分了。一个前任市委书记、现任人大主任就可以如此无法无天。叶姐，我理解你对陈汉杰同志那份感情，但你们检察院不能这么办案，这么办案是要犯大错误的。让五号车马上过来，咱们今天对付的是特权人物。 老陈，我跟你说，这又来了几辆警车，搞不好江正就住在这里，他们今天就是没完了。老陈，你人会就别开了，我求你，快回来吧。好了，你别急，这件事事出有因，你先沉住气，嗯。老陈，求你了。 快救救孩子吧！大家呢，过去有房住，有地种，干什么的？有饭吃。好。小木，你听着，不管是不是冤枉你，你肯定是参与了，对吧？那你还怎么说呢？必须到公安局说清，我的儿子绝不能有特权，王晓峰一定会报复我。听着，他不敢报复你，再怎么还有党纪国法。 叶剑，这下麻烦大了，你看怎么办？你先待命，我正和江局商量呢。没什么好商量的，王晓峰就是要抓，今天也不能抓。江局，我再一次以人格和党性向你保证，我真不知道陈小木的情况。 陈汉杰同志也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。对王晓峰的立案侦查，也不是陈汉杰同志定的。这样好不好？让王晓峰和分局的同志们先执行拘留陈小木，然后让王晓峰跟我们走。你今天一定要这么做吗，叶姐？ 将军，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个情况，我可以尊重你的意见，可以换一个环境，换一个时间，执行拘留王晓峰。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我的剑已经在我的弦上，我不得不发了。哼哼，是啊，不发就没法向你的老领导陈汉杰同志交代了。 将军，你所讲的话不是事实。陈小木，你被拘留了。王晓峰。 你们故意整我，不是整你，而是依法办事。嗯。叶姐，陈小木被铐上了，你们可以行动了。我是冤枉的，王晓峰，你不能好死。 王晓峰，请跟我们走吧。怎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我在执行公务呢。你的公务已经执行完了，跟我们到检察院说说你的问题。我的问题？嗯。我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们搞错了吧？没错，真是错了的话，我们承担错案责任。王晓峰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呐。
是陈汉杰让你们报复我的吧？这事儿与陈主任无关，我们也是在执行公务。走吧，张姐，对他应该严肃查处。靠吧，人家陈小木都下命令了。好吧，快上车。 马上把这件事情向市局报告。走。喂。 告诉老陈，都走了。请问，我们的煤田资源是今天才刚刚枯竭的吗？为什么不早做转产安排？小伙子，对，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。江局长，江局长，这种事儿在常山从没发生过，他们检察院搞什么名堂？别说了。 这是我知道，叶子杰和我打过招呼，就算通了气，这里面还是有问题。他陈汉杰想干什么呀？记住，少发牢骚，回去吧。走吧。今天怎么碰的这么凑巧啊？王晓峰他们不可能不误会嘛。说实话，搞得我们当时真是很尴尬呀。不要发牢骚，我看咱们的老书记陈汉杰同志，没啥责任。 全是凑巧，老书记现在知道了，以后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了。肯定不会发生了。今天就去给他提个醒。对，你最好提醒老书记，以后发生新情况及时通气，别拿我们开涮呢。什么开涮？在背后议论老领导，这不好。不是背后议论老领导，今天这件事啊，我们确实很被动。 说不搞这一套了吗？啊，是啊，王省长，您来川口的事儿，这回我都没来得及向市里汇报呢。没汇报都这么大动静，这汇报了还得了？啊，哎，王省长您好，欢迎您来参观指导。老班长，开会之前您想跟我说什么？怎么，公安局到你们家站岗了？是个这么回事，我接了老伴一个电话。 现在搞清楚了，清楚了。我那个儿子也许闯祸了。你刚才提到老陈，他最近怎么样？情绪不大吧？好什么呀，牢骚大着呢，背后没少损你。老班长，您要不说，我也不好意思提。你们家那个陈小木，前几天把一个人的头打破了，影响不好啊。 公安局刚走，检察院来了。啊，准备起诉我？你别开玩笑，老书记，我是来向您汇报的。我们今天差点栽在您老人家门口。
下什么班啊？全体机关加班。有个情况，王省长现在正在南平视察工作，路过长山，现在呢正在这个川口呢，我们得争取让他从长山市走一趟，看看我们的量化情况。对对对对，对，这样啊，通知下去，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在大门口集合，嗯，到环城路口啊去接王省长。好，就这样啊。主任，咖啡。 主任，我想跟您谈谈我的情况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别找我，你的事儿得找刘主任啊。主任，这件事非常重要，我非得和您本人说不可。来吧，来吧。 永成啊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简简单单的吃碗手擀面就上路，啊？这怎么回事？嗯？来，子敬，喝水吧。我料定你要来兴师问罪的。 看您老书记说的，我哪敢向您兴师问罪？真的是来向您汇报的。您老领导老书记不及时和我们检察院通气，在你家门口闹了这么一出。你说我该怎么向江正流和公安局的同志们解释？老书记，您这是咋回事啊？要注意，这里面有名堂。虽然这里边有名堂。 老书记，我想提醒您一下，你可不能这么样意气用事啊！我是你们上届班子提名任用的检察长，有些同志就很敏感呢，我也不好和您说。你看，今天这事儿可能会受人疑禀，不仅我和检察院被动，您老也被动。哼，当然了，有人是想利用陈小木的过错，借题发挥。 我向你解释一下，当时呢，我正在车上，啊，要到南四矿去，朝阳书记等你家郭秀都等着我，要跟四矿工人对话，我们有一大堆事儿要说，所以就来不及跟你说清楚了。主任，刘茂才同志不正派，对同志搞突然袭击，他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他让我把领导和群众都得罪光了。周主任，我是您要来的人。 您应该了解我呀。行了行了，打住吧你。我问你，这次民主评议，你称职优秀票有几张？嗯，总共加起来才5张吧？可是有80多张是不称职和很不称职的。你自己说，你这个办公室主任还能干下去吗？所以把你安排到区里面去当个副政委，已经很不错了，很照顾你了。 这么说跟领导我倒跟错了。什么跟这领导跟那领导的？你为谁工作？为领导工作吗？你是国家干部，应该服从组织分配。要不这样吧，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到区里面去的话，你就自己去找个位置，找更好的位置，自己去自谋职业，好不好？我保证，绝对给你开绿灯，啊，就这样。主任。 主任，我不是不服从分配呀。老陈啊，吃饭了。啊，吃饭，吃饭。老书记啊，我就不吃了。我说完就走。哎呀，吃吃吃吃，吃一顿饭也影响不了你的廉政啊。来来来，就是嘛，坐坐坐。刘主任，都通知了吗？通知了。全城大小街道，全都亮起来，各区监察大队上岗检查。嗯，你就放心吧。 主任，腾飞广场得注意，那儿的地灯坏了不少。嗯，知道。王省长来，最好绕过腾飞广场。走。
你添什么乱？你现在不是办公室副总，你是区城管委主管政治思想工作的副政委，这事儿用着你烦吗？我不烦，行吗？领导对咱们这么信任，咱们就得对领导忠心耿耿。子衿啊，来，你吃菜。嗯，这个不错，尝尝。来吃。啊。 书记啊，江正流同志情绪很大，我估计不会就这么算了，搞不好会捅到王省长那儿去。哎，怎么捅怎么捅，他王晓峰不该抓，啊？这个江正流，我算是看得比较清楚了。这个人总的来说还算有头脑，但是可能由于王晓峰是他的连襟，他会有意袒护。老书记，今天这个事儿也是怪你。 不管你是有意无意的，你总是把这件事情搞复杂了。我还得找江正流去解释解释。你想怎么解释，我不管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江正流和王长工的关系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啊。那是97年吧？对，是王长工提出来让江正流任检察院的检察长，我没同意。 坚持用你，我总感到王长空不那么正派。要调整公安局的领导班子，他又提出来让江正流来任局长。我考虑江正流同志还可以，又熟悉公安，我就同意了。现在看起来，这个人可能是选错了。王省长，汉杰同志的儿子陈小木，到底出事儿了？是啊，王省长，我们就不明白陈主任到底是怎么想的。 是啊，王省长，不是我说，都是陈汉杰捅的。这也不能说选错人了吧？江正流同志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你看，对你老领导，对常工同志也是很尊重的呀。哼，他那是尊重我，他是尊重王长工啊。当然，如果陈小木真的犯了罪，他这样处理。 还是可以理解的，啊，不就陈小木这点事儿吗？还值得这样，哎，调十几辆警车围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啊，让人家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陈汉杰出了什么大事儿，这不明摆着让我难堪吗？川口说老家，啊，我不希望在我老家听到任何诋毁老陈的言论。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动机，子敬，我跟你说，陈小木的问题。 该怎么查就怎么查，如果公安局把案子移到你们这儿，你们该起诉就起诉。常山市里边没有哪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，但是谁要用陈小木的问题做我陈汉杰的文章，没那么容易。老书记，你有这么个态度，我就好办了。孙儿啊，汤书记，去。 把矿务集团的同志请进来吧。好，啊，请进吧，啊，请吧。哟，啊，唐书记，哎，国秀啊，怎么还是你啊？啊，真对不起，唐书记，今天啊还是我陪您练。啊，来，你们先坐吧。请，好，都坐坐。你们矿务集团的一把手老程呢？他怎么不来啊？唐书记。 您也不想想，这种好事我们程书记会来吗？哈，也只有我这个管破产的倒霉蛋来了。哎，唐书记，您要是不欢迎我现在就回去，女儿在家等着我呢。根据我和叶子京检察长的分工啊，今天我该在家值班，负责女儿的晚饭。子敬啊，这回我们家小木真是被冤枉了呀！你呀，你怎么知道他冤枉了？吃吧，吃吧。田大姐，请你放心。 公安机关会认真审查依法办事的。啊，我看这顿饭钱，请大家自觉的付一付吧。来，小段，在座的每个人100，啊，就算是我们抬石头。哼哼。啊，咱不提那个陈小木了。
想起个事儿，崔百万，就那个养狐狸的专业户，记得吧？今天嘛，拦下我的撤，说是让我干预一下他们那个破产的诉讼案。这个崔百万呢，那可是当年王成功树的一个致富典型啊。当时我就反对，怎么样？现在一年都不到，啊，现在破产了。 这都不说了，所以啊，他让我干预，你说我怎么干预？难道让我支持他到省里边去找王长工？老书记，您该不是要出长工同志的洋相吧？我呀，还没那么小的气量。我是说呀，你从法律的角度过问一下，看能不能帮崔百万重新站起来。好吧，老领导，那我就抽空去问一下。 天这么冷，他会来吗？事先又没说好，王省长能给面子吗？能来。应该问题不大，就是因为王省长对长山城管承建这一块一直很重视。刚才跟你报的省一定要注意。是，长山城管委已经等着了。哦，这几天省长、省委书记两个一把手都不在家，让我临时主持工作，家里一大摊子事情，你告诉我周秀丽同志。 让他们别等了，改天再看。同志，大家可以下班了啊！好，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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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周主任，哎呦，周主任，您看今天报才同志办这事儿，要您当领导的处理洋相吧。其实这结果我早就知道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我说，走了，上车。你怎么又跟到这儿来了？你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周主任，我可是对你……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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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别闹了啊！哎，你们先走啊！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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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慢点啊！哎，走走走，行行行行行，你先不走啊！啊，好好好。2001年5月13日，市委召开长山矿务集团南部煤矿工人的解困问题专题会。黄国秀同志，作为矿务集团的全权代表，参加会议。哎哎，唐书记，我可不是全权代表啊，我只负责传达。传达。 传什么的？不是传达，得解决问题。老方，老方，咱们都是同志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，是吧？你别老盯着我，哎，真的，这次让你下去，真的不怪我，哎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你的这个评议结果啊。 让我和周主任都大吃一惊。哎，老方，哎哎，上来上来啊！哎哎，切，走。刘茂才，小人。子敬啊，小木呢，我们没管好，教育的失败啊。 也许是教育不得法吧，你见他就训，田大姐又死护，这我不说了。说吧。今天林市长没来，也不知道市政府是个什么态度。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？小林市长在国外招商，一时半会回不来。嗯。这我可是实话实说啊，我分析这次打人。 怕是和他有关呢。那么，子敬，我希望公安机关认真审查，彻底的给他查清楚，给我一个明白公道。我再次跟你表个态啊，只要查出来，小木有触犯刑律的事实，那么该判他是什么就判什么，我绝无二话。老书记啊，您先别急，等公安那边把案子移送过来再说吧，啊。 喂，陈主任啊，是我。什么？大富豪娱乐城发生大火？是的。